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黄晨佑。正言上人今天在志工早会的时候，再次叮咛大家：生命呢，总是在分秒当中流逝，而我们是否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为社会、为世界、为人类，能够带来一些奉献呢？其实就是在这一份戒慎虔诚当中，期待能够敬天爱地，聚福缘。的确，看到这过去这几天所看到的全球的事情，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不论是我们的山竹台风，还是在北美洲的佛罗伦斯飓风，都是对当地带来相当大的灾害。首先看到的是山竹台风，在星期五的上午就已经对台湾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所幸的是，因为台风的路径呢慢慢的偏南，所以对台湾造成的只是局部性的豪雨跟局部性的这些大风。也很感恩，在两年前因为莫兰蒂台风的关系，在台东呢，我们已经有在爱国埔部落新建的这些永久屋，也能够临时性，也能够随时的能够帮助这一些灾民呢，能够在两年之后所感受到的。虽然台风到了他们，但是他们的心确实可以是安定的。但是菲律宾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九月十五号的，也就是礼拜六这一天呢，在早上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山竹台风就登陆了菲律宾。目前已经知道的是有造成了超过60个人往生，而这样子一个造成所带来的是狂风跟大雨，为菲律宾所带来的是相当大的灾害。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只能够期待呢，是期待的是每一个人能够戒慎虔诚。特别是在台湾，虽然说台风已经过了，但是局部性的豪雨仍然在累积当中。接下来这个台风呢，将陆续的前往中国的南部，包括香港。在影片中我们都陆续可以看到的是，这所带来的强风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这个影带来看看，其实山竹台风虽然对台湾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却对菲律宾还有后续的中国南部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狂风让高楼大厦玻璃爆开，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岸边还掀起阵阵大浪，形成一片汪洋。看到的是深圳大梅沙喜来登酒店，我们看狂风卷起巨浪，是冲毁了酒店的大门，而海水也是倒灌进了景观餐厅。山竹来袭，广东近海出现5到7公尺高的巨浪。山竹周日傍晚从广东省江门市登陆，瞬间最大阵风来到15级，以每小时33公里速度往西北西方向前进。16号，下午到夜间，然后这段时间主要影响，珠江口附近以及粤西这样一个地区。那么到17号，它中心移进了广西的这个境内，那么对于广东这一侧的影响就是趋于一个减小的一个情况。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人口约有1亿人，估计有4300万人受山竹影响。广东省的台山和阳江两座核电厂紧急人员全部待命，做好防台准备。那个玻璃正在吃早饭的时候，砰一声，大家都站起来了，就觉得哇，不知道什么状况。后来服务员跟我们说，这是这个大门。香港风云变，狂风呼啸，岸边大浪。尖沙咀饭店一楼大门玻璃门窗被狂风吹破，一地碎玻璃。饭店楼上的落地玻璃清楚看见风雨拍打的景象。将军澳地区和柴湾住宅区杏花村严重淹水。香港天文台表示，虽然台风威力逐渐减弱，但是山竹雨带广阔，还会继续带来强大豪雨和强风。香港交通只剩港铁维持有限度服务，电车、山顶缆车及客轮取消营运，道路淹水情形严重。香港机场管理局已经取消889个航班，许多学校的校舍也遭到摧毁。香港教育局在下午4点时宣布周一停课。另一方面，澳门上午11点发布最高等级10号风球，下午2点时发布最高级黑色暴雨警报。史上第一次，澳门政府宣布境内所有娱乐场全部停止营运。的是看到这样山竹台风所经过的路线都造成相当大的灾害。其实在同一时间，也是在星期五呢，在美洲，在北美洲佛罗伦斯这样的飓风呢，也是登陆了北卡，而所带来的也是造成了这所谓的30年来最大的这样一个飓风，侵袭了北卡跟南卡。也因为如此呢，造成了超过100万人已经受到撤离。同时呢，也是当地也提到说，在这个周末当中，这两天的雨量呢，将近会有超过8个月的这样的雨量。其实山竹所带来的是强风，
而在美国所看到的这样子一个佛罗伦斯所带来的是豪雨，所以看到整个北卡跟南卡目前先是水上泽国，真的是天真的是地水火风。然而上人还是在叮咛我们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源自于人心的不调，因为人心的贪嗔痴慢疑造成了我们把自己的心，把我们的这样子一个慧命都把它团团的包围起来，把它网住了，而我们自己也被纠缠不清。唯有能够能心净化，唯有能够从这样子一个敬天爱地当中，才能够确保未来能够地水火风能够四大调和。接下来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空间呢，总是在这样的循环着。人间啊，人间真的也都是很不知觉，是自己在转，或是大空间在转，时间在转，或是地球在转，自己呢是真的也是在自转中。感叹不自觉，感叹人生迷惘禅心的你呢，都被网住在网的里面了啦，就把我们的心缠缠为止，很不能自己。看看三足大虹，看看美国的这一波的台祭红佛罗伦斯这样的起哄，就这样的各自不同的空间损害了多少人家，多少生命。美国很强大的自豪，世界很有力量，敌得可恶啊，人力敌不过大自然，大自然是由于我们的共业，众生共业也是大自然，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就如大自然高低呀、互牵引的，要往哪里走，人无法抵抗它。台湾的南部样的大水灾，心多么焦急呀、以往台风没来了，慈济人呐、大家啦，这生虔诚哦，提高警觉，大家虔诚。虽然现在慈济人呐、都会有，但是呢，少了声音的呼唤，那一股何其及时警惕的，会降低。这种我的心啊，在静时中感恩，尽管我
最近一吃呢，吃到隆隆鼓声，其他的总是我的心啊，在静思中感恩的旋律啦、啊。无奈，在怎么样的静思中感恩，单独的声音能三大诸佛菩萨龙天听到吗？就是无力感，真的是很无奈。这一种对于人生，总是社会现在是解不开的网，我永远都是放不下的心，很焦急，很挣扎。上人抱着这一份非常着急而且很挣扎的这一份心，其实就是因为看到的是地水火风天灾不断，但同时呢，人心还是被无明所缠缚住。而在社会当中，现在需要的更是一股人心的清流，期待能够把人心调和，才能够慢慢的地水火风回到四大调和。但是看到的一个人的声音够吗？一个人的声音能够在静思中感恩，一个人的声音能够上达诸佛菩萨听吗？非常的感恩，在全球的慈济人其实都是抱着同样的心念跟随着上人，所以在这个周末刚刚好，在这几天也是今年也是印尼的25周年的大喜的日子，所以呢，印尼的四合一的团队呢，他们就回到了台湾，举办了一个四合一的营队。而这些志工们，他们来自印尼，是2000多公里以外的印尼，来到了台湾。虽然许许多多对他们来说，台湾可能是心灵的故乡，但是是陌生的，因为语言是陌生的，因为种种都是陌生的。但是他们抱着的是一份追求法缘的这一份心，追求能够期待能够到法随的源头来了解如何能够让净化人心的这样子一个宏愿，能够也在印尼能够看到。的确，印尼在二十年前因为红溪河的关系，因为雅加达暴雨也造成了雅加达的这样的一个水患。而在2003年，也因为如此，金卡连大爱村完工之后呢，在当地的这个大爱小学也开始成立了，所以至今也已经15年了。而在这15年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是真正的期待，是从人文教育，是从人文的这样的一个伦理的教育开始，期待能够在当地的社会能够扎根，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从人心做起，从少年做起。那接下来让我们从这段影带来看看印尼在15年之后，金卡连大爱村的这样子一个慈济小学跟中学，他们是如何透过金藏演绎来入金藏，并且能够净化人心。振奋人心的鼓声为印尼慈济大爱学校15周年庆典开启了美好序幕。欢庆这样特别的日子，师生联合演绎《无量义经》，献上最真切的祝福。Dengan adanya pementasan Sutra Makna Tanpa Batas ini, harapannya anak-anak semakin mendalami dan bisa dalam kehidupan sehari-hari dia juga bisa menunjukkan sikap perilaku yang berbudi pekerti yang baik. 时间往前推移到2002年，当时雅加达发生大水患，证严法师希望印尼慈济志工以无管齐下的方式来整治红溪河。为了安置河边的违建户，慈济印尼分会新建了大爱村，同时在社区里设置了慈济大爱学校，让住户的下一代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Di sini tidak membeda-bedakan anak seperti apa, tetap diterima. Dan saya percaya anak saya bisa mandiri, bisa percaya diri dengan kondisi kaki seperti ini. 庆祝典礼上，大家透过影片了解了慈济大爱学校一路走来的点滴，这份教育成就上的喜悦，台上这一群服务满15年的教职员们最有感。Itulah yang menjadi ciri khas budi pekertinya itu, jadi menjadi slogan untuk sekolah kita. Dan dengan
rasa cinta kasih inilah yang bisa menyebarkan cinta kasih universal, itu mungkin yang menjadi saya bisa berjalan 15 tahun di sekolah ini. Selain mengajar ilmu, guru dituntut untuk menjadi contoh yang baik. Dan saya sangat terharu kalau sampai hari ini kita masih mempunyai guru-guru dan staff yang setia bakti selama 15 tahun lamanya. 典礼的尾声，志工端出了15岁生日的大蛋糕，还有通评饭，用歌声祈祝慈济大爱学校爱的教育能继续在雅加达传承下去。其实人心进化要从每一个人开始，而每一个人要从小就能够培养这样子一个 人生的道理跟伦理。看到印尼金卡连带村这样子一个慈济学校15周年以来这样子15年有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回想到过去呢，其实大家都可能还记得1998年的时候，印尼有相当严重的排华的一个现象，那个时候当地的实业家纷纷回来说印尼是有种族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上人却说其实印尼不是种族的问题，是贫富不均的问题。也因为如此，当地的实业家开始投入，回到印尼之后只秉持着上人的一句话，脚踩别人的地，头顶他人的天，我们在当地有得到一定要得到，一定要做到回馈。所以当地实业家开始投入慈善，开始投入这样子一个期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来协助。在2002年发生了雅加达水患之后，更是无管齐下的投入，帮助这一些真的是住在最贫穷最困苦的地方的这些居民能够重新找到一个地方，并且呢是要距离市区近，让他们就业能够方便，同时也为了他们下一代能够把这整个大爱村规划成有宗教信仰、有医疗的这个提供医疗的服务，更是能够提供教育的服务。所以看到的现在是15年之后，这些学生都是完全的非常的亮丽。而在这当中的过程，更是要感恩许许多多的实业家，还有许许多多的志工，许许多多他们虽然是宗教不同、背景不同，而且语言不同，但是秉持这一份心念，也是只要每个人都能够秉持这一份善念，一定能够让大爱亮起来，一定能够让印尼也亮起来。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这一段以最终恭敬感恩的心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始。20年前，印尼在25年前慈济踏上登基，开始慈济慢慢形成。到了20年前，这个国家踏步有轻重的人士出现了，那样的舒服轻轻空，你让印尼人笑，天下人就笑了啦。20多年后的那一天，龙莲就是在分享中，他说我用到师父这句话要做得到，所以他现在呢，会员120，他发愿到今年想200万，几万哦，而且他的竹筒，而且他的公司。在净食堂专属一个36个和气，不是人哦，和气组帮我呢，在整个印尼他普及得到的地方辅导小农小工，帮他救他，拔苦他，然后还要呢，还要指导他如何存竹筒。最后，印尼所以从1998年开始，当他
在印华最动荡，认为这么重啦，这么强对立啦，要用什么方法？专程回京师来，我简单的几句话：唯有爱，有爱才能抚平伤痕。这个位他带回去了，过程呢，每一句话都是他们用心力在做。20年后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红西河已经亮起来。20多年前看的垃圾河、黑心河，现在河畔呢很好的环境，我们期待了真正的可以呼唤，可以接引，我们不能放弃。总而言之，佛陀在受量品里就已经了，他是没有停歇的，一生接一世，累生世延续的慧命，延续的觉悟的生命。所以还是很期待，现在天下都在动乱，同一刻钟普天下四大不调和，大灾难在发生，我们都要人人尽一点心力。的确，因为四大不调源自于人心不调，人人尽一点心力，期待能够做到人间菩萨大照身。上人称赞印尼呢，是因为有无数个的无我跟无私的人的投入，才能够成就一个大我。从25年前开始，而在二十五年来的当中呢，其实对整个印尼是相当大的改变。从一开始的对立到现在，其实是种族融合，宗教也能够和平共处。更重要的是，看到了许多当地的志工真的能够投入，真的是投入人间菩萨行。而这样的因缘，就是因为无数的小我、无数的无我跟无私的人，他们投入了，才能够成就一个非常大、非常亮丽的自我，非常大的一个大我。那也是很感恩，要不间断的、不停歇的、不断的突破这样子一个迷惘的心迷，才能够解开这样子一个大无明网。所以期待人人能够人间菩萨大招生。慈济新闻深度报，感恩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